has come too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North. 来 ,Rank S 啦 ,Rank S 啦。这关选在这里的降落点降落，然后再带一辆小车车 ,OK, 就可以进行任务啦。当你下了直升机之后，把你的小车车开到来这里。尽量的把它停在马路上的中间，好了之后就闪人，闪到一边躲起来。到时间倒数到14分钟的时候，我们的目标就会开始移动了。当你看见我们的目标了之后，慢慢的射出去，然后它一经过就跑去后面将它升空就可以了。它肯定是会停下来的，你的车已经是阻挡它的去路了。跑到另外一边吸根烟，等时间放工就可以啦。OK 啦，今天的分享又到此为止啦。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就请给个 like 我，还有帮我分享出去啦。想知道更多关于 Metal Gear 的攻略还有 tips 的话，就记得请订阅我啊。这样子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Stories about this one, boss. Ooh,